我就吃干粮，坐在椅子上，上那破扇子穿，然后一个掌。那你说你这带孩子去哪能吃啊？谁来了？张飞来了，我必须得走。为什么？我怕黑。七腿就这样，他票都卖的那么满了，是吗？我想吃干粮，坐在椅子上，上来破扇子，然后椅子上。第二段，树就是我马用的树，风马，我马你有翻译一下。他母亲种的树。哦，你妈的树。你妈的树。什么叫我马种的树？你怎么太牵强了？你这我马种的树啊，就是你妈的树呗。你妈的树。好，妈接了什么？你太牵强了，你坐住了，后边更牵强。树是落水鸟。我马，你啊，你把你妈搁上，你妈是不是？什么叫我马呀？就我不行吗？我把你妈搁树上了。你妈跟鸟有什么关系啊？鸟人，你妈是鸟人，别唠妈，唠妈你肯定妈不尊重。你还知道这个吗？叫什么鸟？对，麻雀，麻雀，那叫麻雀，麻雀，对，马来西亚飞来的麻雀，还不如你马路。